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外边位置心想事成啊，入边啊电脑七号都快，第三位嘅马啦，咁啊见到咧中间系包装猛将啦，内栏第四仲有花好月形啊，出边第五橙三嗰匹咧就凌厉标，佢系走三搭啊，中间有神州豪翔啊，出阵唔系好快嘅快乐老窝响内栏红三咧，咁啊外边位置再只五福星啊，后边四只勇眼光长胜力驱啊，尾二红眼罩咧就谦谦君子包咗落咩嘢东方宝宝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呢个600米段处啦。放头嘅马系心想事成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就包装猛将啦，第三位嘅马埋边位置系电脑七号，出边第四凌厉标区啊，中间第五神州豪翔啊，内栏第六啊，黑白斜间三嗰只咧，仲有花好月形啦，快乐老窝红衫攞出去外边啊，咁啊涉内栏嗰边吹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谦谦君子东方宝宝嗰啲马，好啦，正进入直路啦，前面占先嘅马咧就系呢只心想事成啊，斗紧包装猛将啊，再见到中间电脑七号追紧上嚟啊，入边上仲系谦谦君子啦。出邊追仲係只快樂佬喎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包裝猛將就拋離咗一個身位咧，一出即勝噶啦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就電腦七號啊，第三名凌厲標區，第四名要影相啊，埋邊心想事成。